特斯拉新款 Model 3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前保险杠，前雷达探头被摄像头取而代之，增强了车辆的视觉能力和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性能。车尾部分也换装了造型较为狭长的 LED 灯组，内饰提供了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，并有望首次配备全液晶仪表以及可倾斜式液晶中控屏幕。同时，新车还将取消电子换挡，并采用全新屏上触控式电子换挡。动力上，新车将推出 Full 后驱标准续航版、AWD 四驱长续航版、AWD 四驱高性能版车型供消费者选购，最大续航里程分别为430到438公里、538到576公里、507公里。